你姐姐买菜，你姐姐的菜卖完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然后我跟她说明天卖这样子，她也不听，还没有卖完。没事啊，慢慢来，我们两个慢慢来，从你开始嘛，肯定会这样子的呀，对不对？吃了是吧？吃了就好啊。哎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把赞点起来好吗？我今天这个头发好看吗，哥哥姐姐们？你们看，我跟你们讲，娃子姐就是她累坏了啊！她明明是累坏了，明明肚子很饿了，她都说肚子不饿，我直接无语了，我不知道对自己好一点嘛，对吧？明明就是饿了，我看得出来，然后我就拿钱了，然后我就拿了钱，然后我就拿了钱，我就给她买了面包，我自己也吃了。批发市场去买，我们不知道呀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不要担心，知道吧？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也不知道那菜是哪里那种的，然后我们只好去那个农贸市场去买。好，我们就只好去那个农贸市场去买，知道吧，哥哥姐姐们？你们把赞赞点起来啊，哥哥姐姐们，然后你们去理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好不好？你们去理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好不好，哥哥姐姐们？阿姨，你好好的照顾你，多照顾你们两个。好的，好的啊，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怎么就知道吃吃吃？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娃子姐都那个没吃饭是吧？那我就是怕她累着，然后你看她，我知道她累了，就是她饿了嘛，她也不给自己做，她也不给自己买东西吃，她就舍不得，也不对自己好一点，对吧？也不对自己好一点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要对自己好一点才行的。你姐的两次工作都被你搞砸了。什么？我姐的两次工作都被我搞花了，一次工作是什么啊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你跟我说明白一下，你不懂你就不要自己乱说，可以吗？去，好的好的，知道了。你本事没有，嘴巴厉害，我嘴巴厉不厉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的是。啥也不懂，你就没有说出什么好话来。你这个喷子，那些喷子就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，哥哥姐姐们？他就不见我们好，哼。感谢叔叔的爱心。把你姐夫搞的，哎呀，你不要说这种话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说这种，哎呀，不要乱说话好吗？真的是，你们这说的啥呀？对不对？你们这说的什么话嘛？是吧？不要这样子。今天头发好看，真的吗？也没有吧，感觉好丑。你们把赞点起来哦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把赞点起来好吗？你们不用说，你们都在点啊。今天卖了多少菜？也没有多少菜。我感觉这个卖东西不行，卖这个不行，因为你看，要是卖不出去的话，它就烂了，它就烂了，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也赚不到多少钱，哎呀，烦死了，这一天天的真是。我让我姐说明天再去卖，她说，再卖的话，明天再卖的话，菜都烂了。然后我姐就一直在外面卖，她让我回家这样子，她一直让我回家，我说我陪她，她也不让我陪她，然后她说自己卖，那么那你卖就，我姐就这啊，你们看我姐这几天她都瘦了，知道吧，哥哥姐姐们。他也不对自己好一点，对不对？该吃饭的就应该吃饭，
该吃饭的时候就应该吃饭知道吗？没必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没必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。王子的话你们看，他饿了他也不吃饭对吧，哪有这样子的嘛，是不是哥哥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，哪有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就给他在他那里拿了10块钱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这个面包，我自己也吃一个面包，然后我还给他买了一瓶水，因为他要业主的嘛对吧，要是咽着了就不行了，卡在喉咙上就不行。什么叫好吃的都让给你吃了，不要不会说话就不要在这里说话吧对不对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，你们都看到了的，他就是饿了他也不吃饭那种，一直在那里逞强还说不吃不吃这样子，还说自己不饿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，然后我才把他那个10块钱抢了给他买东西吃，给他自己买东西吃嘛。娃自己挺好的，就是笨笨的，他也挺辛苦的，他每天都你看把我一个人拉扯啊，立马给我买吃的买那的买吃买那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多关心你见我之前，好的好的你们放心吧啊。你不想你的后悔过吗？什么我不想我的后悔过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来我看多少人支持艾莫，支持艾莫的你们就在公屏上打出正能量好吗哥哥姐姐们。你们都在公屏上打出正能量好吗，支持艾莫的我看一下多少人支持艾莫。哇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艾莫的嘛，谢谢。有些人就是一直天黑了还在卖，因为这边的话天黑了的也有人骂，然后他就娃子姐就不让我跟着他一起，他让我回来，然后我也不勉强他了嘛对不对，我想着然后你们说我一会儿去不去接他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我一会儿去不去接娃子姐，去是吧，那我一会儿去接娃子姐吧啊。他说他好像跟我说话他爸9-10点他就回来了，那我就去接吧。你们把赞点起来啊哥哥姐姐们，没事还是去一下吧，不然他被骗了他都不知道。我还是去看一下我姐吧，不然他那种他要是找不到路啊什么什么的对吧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对不对。他卖完了没？没有。来，你们都理一下这个黄色的小爱心，可以吗，哥哥姐姐们？你去看看你姐吧。好的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一会儿去看啊。我9点的时候我就去看。你们说好不好？然后你们没该，因为点一波关注的，你们点一波关注好吗？那个房子是你们合租，对的，那个这房子是合租的。拿贵了是吗，我也不清楚的，只有我也不知道这些，我也不清楚这些，
因为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卖菜，但是卖菜的话我跟你们讲，全部一排全部都是没有年轻的，都没有年轻的，全部都是那种老奶